要维持内衣不变形，清洗的方法很重要，怎么洗才正确？来看专家的解说。基本上大家手上的内衣拿起来的话，一定要先看一下它的洗涤标。那基本上有钢圈的内衣都是不能丢洗衣机的。那现在也有出一种就是软钢圈的内衣，那软钢圈就不用担心洗衣机里面搅拌以后钢圈会变形，这种钢圈的话就是可以直接丢洗衣机里面洗的。深色的内衣就经过浸泡以后，它的染剂可能会稍微释放出来，那水的颜色会变深，所以这个之后再去洗白色的衣服的话可能会染色。白色的话基本上它就一定是浅色，不用担心。浅粉红色啦，就是一些比较粉嫩比较淡的颜色，那你会不希望它被深色的衣服被染到的话，就是浅色的衣服这边放在一起。第一个，你要把内衣的背扣要先把它扣起来，因为内衣的背扣的那个金属钩是很容易会勾到你衣服的，就是比较纤细的材质或是蕾丝的部分。再来的话，如果你的内衣是不是一体成型的，那水饺垫也是要另外抽起来另外洗的，因为它的衬垫里面海绵比较多，那它可能会吸附过多的洗剂。把内衣放在常温的水，然后放入中性的洗洁精或是冷洗精，然后去做稍微按压把脏污挤出来，或是这样子过水，就是有一点像穿烫的这个感觉，不要去做这样子的搓揉，这样子的话就会伤害到它表面的材质。你穿这件内衣的时候并没有流太多汗，那其实它基本上只要过水稍微把今天的汗渍跟脏污稍微挤压出来，其实一两次的过程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你知道你今天有做户外活动然后流很多的汗的话，那就建议这个步骤再重复个两三次。那拿起来以后，那就是建议会再用一个大毛巾稍微把水分先去吸干，用一个支点来吊挂，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它内衣的话可能就会变形，然后你夹的地方也可能就会夹出痕迹来。那你最好就是两个支点在背带比较不会被拉扯到或是夹到不会变形的地方，然后在两个支点让它平衡的可以晾晒。那因为衣服的材质都是比较怕阳光直射的，所以要避免阳光直射，要在一个比较阴凉通风处的地方来做晾晒。